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奥林匹克，这是一群不同凡响的顶尖高手。曾经的平凡少年如何成功逆袭，成就世界最强？技能改变人生，匠心成就未来，跨越不可能，闯出新世界。混凝土建筑项目是由两个选手涵盖了三个工种，钢筋工、模板工，然后混凝土工。这三个工种里面的工作很多，有时候还要穿插进行，需要用的材料特别多，大概4.5吨，都是要通过人力搬运，它们按照要求切割加工之后，再把它组装在一起，构建成一个5米乘以6米，然后3米高的一个建筑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能够允许的误差的话是1毫米，在22个小时里面去完成这样一些工作。分配的话，它主要是安装方面以及调控尺寸，我主要是加工材料。要在它需要材料之前，你要把材料先加工好，跟它时间正好搭接起来，放到相应的位置也要给他，然后他就顺手安装，相当是一个流水线。3、2、1，开始。来，换个手。来了。我叫陈军辉，老家是在广东韶关的。我是李俊宏，我是广东化州人。那时候我们16年进来的嘛，去参加各种比赛，有时候会刚好跟他组到同一队里面。描绘他的话是比较聪明有主见的人，我可以说是跟他互补，能说是情同手足吧，因为当时我们是衣食住行全部在一起，除了训练还是训练，真的是形影不离。就是你闭眼之前看见的是他，然后你睁眼之后看见的还是他，其实待的时间长了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个是说真的，在一起就变成两个闷葫芦。我上面的话就有2个哥哥1个姐姐，
他们就读个中技吧，读到中技就不读了，要直接出去外面工作了，是比较艰苦的吧。我们的家庭就附近的邻居都看不起我们这家人。我父母都是依靠体力劳作，会非常辛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就想过去看一下他们，30几度的天气就在太阳底下顶着烈日在那里干活，就不停地问我自己，我在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从那个时候起，我是已经真的有下定决心想要去做一些事情，去给他们减轻负担，让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怎么说呢，就小时候按身高排座位，我会坐在第一排，很瘦很矮那种。我初中的时候就人家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就叫小屁孩。那时候家里面的人的话，他就去深圳然后打工，然后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会给一点零用钱给我嘛，然后我就攒下来，一有空的话就去网吧，然后打一下游戏。初三当时有个目标，就是说好好复习，然后是考个好的一个就高中学校。我考完之后真的一点都不理想。打小的话就是想成为一个建筑师，喜欢那种高大的建筑物，像广州这边的广州塔、东方明珠、阿联酋、哈利法塔。我是想以后我也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双手去设计建造非常坚固的建筑物。建筑施工这一个专业，它是最贴合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去城建读没多久之后，然后我家里面的话，我大哥也是由于赌博嘛，然后欠了很多债，那些追债的人员也追到我们家那边去，然后拿着我哥的身份证，然后叫我父母还钱。刚刚拿到的工资要全部交出去了，我大哥第二天就拿着行李不见人影了。如果是从我刚刚入学那个角度来想的话，是好好的学，然后再好好找一份工作。进入国家集训队之后，当时我那个决心就是就能代表国家队出战，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从我开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的时候吧，都有在想象披着五星红旗我站到最高的那一级，那个时候那个画面会有多么的震撼。1.5米×0.9米的一个模板，我们是必须要两个人要把它给搬到1.2米以上的高度上面去，才能够把它安装到指定的位置。欧洲国家的选手他们一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一项工作，胳膊粗腿粗手又大，很壮实那种，就看起来就很有力。我们两个都是属于个子比较小的，体能上面肯定是差他们很多的。要说最辛苦最累的时候，我觉得去掉这个罪吧，所有时候都是辛苦的，搬搬抬抬，然后这里钻过去，然后那里又拆下来，重复进行，每一天下来走路都已经不想走了。最后的一个魔鬼训练嘛，就是完全模拟出那个赛题，用最快的速度要把它完成，要控制的最好。技术文件评分细则，那尺寸控到它不能扣分，可控的话一定要控。就因为太枯燥太乏味了，然后也很累，当时我就有个放弃的念头，回去去读书，不想参加训练。校长啊他们呢就不断的鼓励我，然后把我那个结给解开。我那个大哥的话也没有消息，所以的话也不想让别人家看不起，因为毕竟能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在这里，不把握的话那你不会有出息的。能代表国家队出去参加比赛只能参加一次，无论拿不拿到名次。45届赛事要求97年之后，我也是97年了。农村里的孩子最不怕吃苦了，不行就把它练到行。第一次参加这一个项目的比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底，赛前准备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们一定要拿到冠军。
Anderson in Kazan. So you need to tell you, tap and send to your Linden Wahamida Wuta. Lugo Sia Zuha, the Yuga Zoping, or Mel Sung Kaisi, the Chichun Jisuan, Joe Punen Yo, Yisi Yi Hao the Wuta. Just over your booting, like Yung Yu Guan Yao Kaisa Tayo Mel Yao Chu or Baman.那是第一天下午，他中途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嘛，就那时候他。当真正他宣布就是我们是这一个项目的冠军的时候，真的大脑一下子一片空白了。中国人啊这里叫的话，我就感觉好激动，我拿到了冠军啊，哇，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拿到了一个金牌，真的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获得了这一个成绩，我其实更多的认为它是我的新的起点。
是剩下一些就是比较细部的地方，就是那些不好敲的。好，再继续努力。好，来，三二一，加油！远大一点吗？远大一点，我想工作到45岁，然后就退休。在很辛苦很累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想一下，就这样子往前进，往前进，往前进，都是在往前，我看不到我要走到哪。我还年轻，我还能拼，那我就拼，算是给自己一个终点吧。我以后的目标，以前专家教练所传授给我的知识，传授给我的技能，发挥好技能传帮带的作用。后面有比我更加优秀的人出来之后，我就想去到真正的施工一线，建筑物在我面前每天一个新的模样，慢慢成长起来，实现我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现在社会条件好很多了，没有生存的那种危机，找一个工作，不管说他工资有多高，最起码养活自己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想要这样一个随便，这样一个很将就的人生。有这样一门技艺，不管将来到了什么时候，我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你好，你好，来，我等一下。3、2、1，开始。